台湾一年之后，运动一年之后，其实我们会看到媒体上开始，那时候运动参与者，然后创造了许多明星，然后除了就是本身就有学生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大家说是太阳花学运的领袖黄国昌老师，这也是一种就是学运明星的。那总之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一场大学运动50万人上街，它其实背后有相当多的后勤资源，还有许多的参与的朋友。好，如果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先聚焦到学生青年这一块了，让他们就是参与运动之后，然后回到校园中持续做哪些事情，然后他们自己如何去看待这场运动，尤其是这场运动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第一场人生第一场运动，然后就面临到那么多的转变了。所以我希望今天的题目就是来听听年轻学生他们怎么去想这场运动，然后自己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我们待会要先请到陈婉琪老师，台北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他那时候有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啊，叫做谁来学运？然后他其实做一些数据上的调查，去调查说，其实这样的运动它不只有学生参与，还有非常多的青壮朋友，还有老年朋友都有参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年龄层非常广泛的运动，所以这个题目也是跟他的研究有些相关，然后先请他开头，然后接下来会请其他三位学生来谈谈他们自己的运动经验，这样。好，那我先请掌声欢迎今天的语坛人之一陈婉琪老师。是有任务的，就是我被分派到的工作，就是带出今天的主角，就是今天的主角，太阳花学运中不被看见的学生。那这个主题在刚开始挺好跟我联络，后来是他们吴凤仪被转了哈。就是从一开始我得到这个主题很清楚，但是内容当时还没有很清楚，我们就稍微内部讨论。问一下，那就是到我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事实上，你们会觉得真的很 surprise me， 就是说很快的回应说我们怎样的内容安排。那最后我们互相调出来的一个内容安排，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那这意义是怎么样呢？我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比较浅的，就是说。这个安排有点奇怪，对，我在前面讲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很浅的，大家都可以从这个 title 主题上看到的，就是大学生不被看见的学生，也就是说，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镁光灯、聚光灯在某一些某一些学生、某一些科系、某些比较有名的大学，或者是某些大家觉得比较关心、好像应该比较熟悉某些议题的科系，那所以就是说，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啊，我们看到一个比较聚光灯之外的，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没有被看到的参与者。那第二层意义，我觉得是比较深的，也就是说，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机会，或者是经常得到多一点机会去比较深入、比较细心的去看这些很多来自不同的角落的，然后可能没有被得到太多注意的参与者，那他们是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甚至可能受过什么样的伤害，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身边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再更简化一点的来讲，这两层意义，第一层我觉得是比较浅的，就是一个静态的，然后是一个切面的描绘，一个图像描绘谁来参加。然后第二层我觉得比较深，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是一个就是参与的过程，民主生根的过程，也
也就是说，好，那可能是台湾社会民主成熟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这个 PowerPoint 在这边哈、哦。那我想，可能有一些人是知道为什么是我来当引言人，带出主角。我在刚刚呢，也有听那个，在听众也有提到啊、哦，就是我，跟我们系上师生在学运的期间啊、一起做了一个参与者调查。那后来其实资料整理之后，就是说最初步的，那时候还蛮匆忙的，最初步的一个结果，我把资料整理在贴在一个我们巷子口社会学，顺便广告一下，巷子口社会学是我们社会学界的共笔部落格，那由不同的老师社会学者来提供文章啊、哦，那一开始是发表在这个部落格文章里面。那今天事实上，今天的内容为了不重复，我并没有把那个里面的详细的资料放在里面，所以有兴趣的，如果有兴趣而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话，也欢迎大家之后再回去看这篇文章啊。那好，那在进入真正的主题之前，资料中的学生图像之前呢，我想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学运调查？我稍微交代一下。那为什么要交代？其实有两个原因，最后再说。这样子大家脖子会很帅。自己调整一下，大家的座位也是先调整哦。那对，大家坐的自己还是这样会不会比较顺啊？好，可以，老师你也可以自己调整你的位置。昨天还是都想的习惯。好，可以。好。这个我想这两个时间点都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强调，大家都清楚啊、哦。那我交代一下，这个学生调查为什么会有这个调查？是一开始3月24日晚上，那我们系上一位黄树仁老师，他现场去做一个观察，然后后来他就做了观察，他觉得说很适合做参与者调查，回来 email 给我们全系的老师，然后事实上。从 idea 出来到我们出动去做这个调查，事实上只有差不多大概24小时的时间。啊，那我自己觉得，事后觉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我们系的学生，在座有我们的学生，非常了不起。那总之就是说，3月25日就是开始发放问卷。那真正调查的时间是26、27是比较密集的全区调查，然后28、29是当初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足够的样本数，不够的话你很难做分析，所以再去补。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具体的来说，执行时间刚刚讲过了，是4天。然后抽样方法是系统抽样，如果有对统计稍微比较有概念的话，大概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这样子做是还算是怎么讲，抽样方式还算是 robust 啊。那每天分6个时段，每4小时一个时段，然后每数16位静坐者抽一位。那等一下我从区域来讲，可以说是全区调查。那这4天总共抽出样本1000多人，那拒访的不多，那也就是说完访率相当的高啊、哦。那么好，我这边这一句最后再交代。那问卷发放的范围主要是一开始我们设定4个地区啊、哦，就是静坐范围。一开始我们切4块，因为是人员调派，切几块不是重点，因为我们是全区，就是说有做的人，通通每个16个都要数完，都要把它做完。然后这一块好像有点不清楚，这一块是立法院围墙内。那好，可以看到说这一块要做，这个区块要做，其实有一点困难，围墙内比较靠近核心行动者。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3月24、25、26，离3月24还有点近，其实大家情绪有点紧绷。那时候我们系上派出去的访员回来，就是说这个一直是状况不是很好。
好要做，其实有研究伦理的问题，有时候大家也会有信任的问题。那后来就是说，访员同学回报说，这两区也是有蛮多的这个静坐者，所以事实上我们就赶快补过去。那为什么要交代这些呢？第一个原因是说，第一个原因我想要说，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抽样方法，事实上是我们得到的这份样本资料算相当好，可以说是有代表性。代表性也就是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参与者，我告诉你参与者是谁，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但是问题是，有一个可靠的抽样方法，这系统抽样，系统抽样，你得到我可以说，不是每一天不同的时段，全整个区域的系统抽样，我可以说今天我得到的这一份样本，我可以推论到说，至少这四天的参与者是什么样的人口组成，我可以有把握，用统计的推论的基础来讲。可以有把握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参与者的全貌，那但是还是有限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譬如说内部，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些参与者不是包括更核心的人不能，因为我们并没有调查到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范围上是比较外围的有参与进驻的人，这份样本可以去说明这些人的大概人口组成、整个特性、这个分布。那另外一个是时间上，我说这四天就是这四天，也不能够推论到其他的，因为我们不同的时间点确实有可能来了不同的参与者，所以这个我们要谨慎说，我们只能推论到至少我可以告诉你那四天，然后这个区域的参与者的特性是什么。那这个资料品质还不错，我可以再补充说一下，就是说。譬如我在分析的时候，那里面有问说，交通时间你花多少时间来？那也有问说，你如果是学生，你会问你同校同系的同侪大概支持度怎么样？那譬如说，我们做仔细做分析的时候，你交通时间就不会去影响他去估计同侪的态度。我先宣反过来说，他会去影响同学有多少百分多少比例。来行动参与，因为你如果住得很远，交通很远，当然就比较不容易来，所以就比较少。但是那这个交通时间就跟那个态度无关，所以这个非常 make sense， 就是你从资料的分析可以知道说大概资料品质是怎么样。OK， 然后好，这一张照片是我们系上的同学，有一位很热爱摄影的同学，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条。有一点不清楚，我们第一天晚上出动，然后做访讯的照片。那这一位中间是最大的工程，他是当时是我的研究助理，他整个帮很大的忙，可以说是执行的筹划者谢宇纯。那这边就是要我们需要派出去的访员，然后他先做一个访讯。那接下来我就是要讲说，为什么我还要详细的交代一下这个资料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叫做未被看见的学生？那当我把这个说哦，我要来参加这个座谈，在系上跟系上研究生聊天的时候，我们学生也就说，对啊，那个谁是未被看见的学生？然后说我们也是未被看见的学生这样子。那当然，怎么讲？这个就有争议啊！我们大家知道说，你镁光灯、聚光灯放得很小，就是都几个领导者、几个明星，那所有的人都是未被看见的学生。那也就是说放宽一点，那我们也可以安慰我们的学生说啊，这个我们很努力做了这个调查，如果这个调查蛮知名的，你可以说啊，我们是台北大学社会系的学生这样子啊。当然这不是要 argue 这个，我只是说，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这个利用这些照片。也顺便分享给大家说，我们学生也做了一些努力啊，有一些图像的记录，让大家看看说，这个当初其实，尤其是排夜班的访问学生，其实也还蛮辛苦的。对，这另外一张访讯的照片啊，这个是白天在，显然这位是受访者，这两位是我们的学生。然后。
后对，这个是显然是访员回来在整理东西。那这个摄影者当然是我们的蔡明书同学，我也把它列上去。OK， 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主题。如果大家有看巷子口那篇文章，这个是大家应该看过了、哦、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可以适度的，也不是纠正，就是说修正全部样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其实除了56%有学生身份之外，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非学生社会人士参与。那也就是说，大家在讲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也有所修正，说，哎，这讲太阳花学运，好像其实后来其实发展成一个运动，一个公民运动。我想这个是比较没有争议，大家也开始有共识了。那今天当然我们必须要缩限，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谈。那今天的主角显然是学生，而且是我们要讲。学生这边是样本里面552位学生，然后有少数是比较少数是高中职以下，那么90%以上，我记得93%是专科以上。好，510位学生样本来自96所不同的大专院校。那高中职以下的比较难分析，因为我没有第一人数那么少，又要去对照这部分，我就放弃它。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分析它，除了简单的知道比例之外。但是呢，专科以上的每一位学生都有详细的资料，也就是说学校科系都是有很准确的资料。然后这些资料对照我们教育部统计说的学校系的那个人数科系通通都有，就可以得到很丰富的，就可以回答很多问题。那有很多我就已经在文章里面有写了。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来看它的分布其实非常的广泛。我在分析之前，其实得到这些结果，其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譬如之前大家也都清楚嘛，媒体哦，或者是说有一些官员，其实都会去说这个，这些就是来自某些特定的科系。我想当初的争议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社会系是最黑的一个其中一个科系这样子。那但是事实上，508位有一些位那个人数有一点有一些会有少数的缺失值。然后508位有资料的国内专科以上的学生，分别来自378个不同的校系单位，好，这是非常分散的。然后，如果是用科系分，也就是说，好像不同校 ，A 校中文系跟 B 校中文系，这个就算同一个科系的话，那是208个不同的科系。其实，在做这个之前，我们即使连内部的老师们也不见得有共识，我们也有人觉得吃我刚刚讲的那个看法，就是通通来自某一些这个科系这样子。啊，那这个是如果。我们在看科系领域，其实就是有初分类、中分类，我们看你分的国系。如果是按教育部的其中一个中分类23个学门的话，你除了这一类军警国防安全学门之外，每一个学门都有人参与。那这个当然，等一下那个，好，那最后再讲。然后如果是用158个学类，就是大概比较细的，譬如说社会学学类、心理学学类、经济学学类、社会科学，我们就把这些分开了。学类呢，这群学生分属于101个不同的学类，大概是科系领域分散的非常多元。那关于23学门的一个图，这个文章里面有可能有些人也蛮熟悉的，我就不再细讲。好，那接下来就渐渐进入正题，就是说，当我们要谈不容易被看见的学生，有哪几个可能的原因？有没有在座听众有没有想要帮忙回答这几个可能的原因？有一些比较简单，有一些不见得有想到。
参加时数不够，就是我来这个晃一晃这样子就不这当然是一个原因，就是参加程度比较少。对，还有没有？我想所以就是说，大家觉得某系某系一定就是一开始大家想的某些系一定扎了参加，其他系你们一定不会参加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主观认知，觉得某一些人比较不会参加，还有没有？我在想说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说他不想被看见，然后不想被爸妈找借口看见等等那种，不知道什么程度。这个当然是现在是这样子，有哪几个可能的原因？好，还有没有人想要？那个我比较有疑惑是，那个不容易被看见的那个定义到底在哪里？嗯、就是说是在媒体上被看见吗？还是说我们逛一逛之后不容易发现得到？好问题，好问题。因为这定义有点模糊。对，没错，我在问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没想到说你这样问好像有点多。我事实上要问说，好，我们今天好，觉得全系师生很努力的收集了代表性样本，然后呢，至少譬如说样本中，我们想要全面性的了解，但是仍然比较不容易被看到。好，那我就好第几个了，确实这个问题蛮模糊的。然后你学校 ranking。我第一个就是说，今天从媒体的角度，可能学校媒体会优先说，好，我想要我哪些学校比较有名，那我先去注意这些，报道这些。然后学校特色与传统，有时候除了学校 ranking 之外，学校特色与传统，譬如说世新社发有，以及譬如说陈校长有之前陈校长的传统，事实上有一些有特色与传统的学校，也比较容易被看见。比较容易这个有比较大群的学生，然后那个有明确的那个特色。那今天主要我今天想要讲的其实是后面两点，就是我的资料可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一个是学校规模大小，然后一个是学校同侪的支持度、参与普遍程度。那这个东西我讲完之后，我等于就是要带到为什么今天的主角这么重要。好，那第一个，我的那个巷子口的那个文章，有一开始有看起来像人数统计，好像说好这前面几个学校是人数比较多的学校。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开始样本的数字统计，好，一开始是这样子。但是我里面因为当时还很仓促，我就是说特别的提醒大家说，其实参与人数的那个学校数很多，学校数我刚刚96个，对不对？我补讲一下我刚刚漏讲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两年的全台湾的大专院校数目？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一六一，所以这个是相对我们需要的。我刚刚讲说样本里面有来自96个学校，哦，那已经很广泛了，全台湾大概是161。那后来有更统计更厉害的资料科学的帮忙，我用这个资料去做估计，说这样子可以去推估，从样本数可以去推估说至少有多少个来自多少学校的学生来参与，至少在这几天。他估计是138是下限，也就是说，就是至少138个学校都有人来的意思。这个是我刚刚漏讲，补讲一下。那么好，我们回到这个看起来像排行榜的这个说人数参与很多的学校，但是后来我比较有时间可以继续再去追资料的时候，事实上学校规模影响了你出现在这个样本的几率。对不对？也就是说，好，当我考虑有些学校人数就是那么多，那我同样是10%都有去参与啊，这个去 A 校跟 B 校都是10%，但是他人数那么多，当然就是容易被抽到、被看到。那所以当考虑了这一行，它的
学生是大校小校的时候，事实上重新计算出来的该校每万名学生出现在北样本的人数，它就跟排行榜不一样了。好，那么就是譬如说我刚刚举的例子，世新这个有他很有他的那个这个传统的，只是上参与率就还蛮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好，这个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对数字如何解读，就是说事实上这些人数上在前面的学校并不是参与率最高的学校。也就是说在重新计算之后，当你把小学校都纳进来算之后，其实我发现里面我没有全部贴出来，但是有几个参与率非常高的学校，分有两个领域，艺术领域几个艺术大学参与率非常的高，然后这个我想可能很多人蛮清楚的，然后有几个教育大学参与率也还蛮高的，也还蛮高的。那么，好，这个是稍微有再进一步稍微计算一下，这是样本里面呢，来自公立一般大学的百分比，有一半是来自公立一般大学，大概有三成，三分之一是来自私立一般大学，公立技职院校是6.9%，私立技职院校是8.8%，然后。这个比较，这个是实际上教育部统计的学生人数。我最后会讲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带出来。这样子很明显的表示说，今天这个比例49%比22%，实际全台湾的学生是22%是来自公立一般大学，比他高，表示说他参与率比较高。那私立大学事实上也是比实际的27%，那在样本里面34%参与率比较高。然后公立技职院校跟私立技职院校，你可以看到说参与率比较低，就是说有来，但是参与率比较低。那么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资讯去补足。我们有问您估计同讯同学在态度上表达支持学运的有多少，以及另外一个，您估计同讯同学以行动方式表达学运的有多少。好，就是说你去估计你身边的同系同侪大概是怎么样。那这是很，就是说很简单的1、2、3、4、5的从非常少到非常多的一个勉强的估计。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跟刚刚的数据还算蛮一致的，就是说今天支持态度跟行动支持的普及程度，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之分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技职取向的大学跟一般大学是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大概态度支持大概就是说你估计一半，你说三、哦、然后这个比三还要多，就是说比三要多一些这样子。那行动支持有一些。那好，我为什么要从这些数字带出来呢？因为事实上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我觉得对一个你今天学校有传统，有很多好，我今天意义性社团，大家同学同伴互相支援，然后我一起去有人互相沟通讨论，一起支援去参加，是相对来说还算容易的事。也就是说我不是说非常容易，我的意思我想要带出来的就是说，你今天在某一些学校，当然刚刚那个人数我们现在先不讲，某一些学校你如果说参与率没有很高，而我今天愿意去参与，事实上我觉得这是比一般其他学校的参与者还要更勇敢，还要更就是说好，我愿意就踏出我的 comfort zone、就是说同学都在做什么，但是我愿意去做一件
我认为怎么样，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要用这些数字来把我们可能特别容易忽略到的学生把他带出来。事实上你想想看，我们将心比心，你今天在 A 校跟 B 校，你今天有不同的同侪，你今天有不同的社团，你今天有不同的这个你今天有比较高的支持，我当然比较能够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如果说今天这个在某一些环境就是说我同侪并没有那么多关切，你事实上你需要比别人还要更大的勇气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数据，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就是说好我在说谁参与率低或高，不是，我想要用这个来带出来说，今天事实上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个人经验跟那个这个的情况。那么我最后补一下，就是说这个帮忙我整理的助理刚好也在这里，帮忙我整理的助理也在这里，就是我把样本里面出现人数只有一个或两个，只有一个或两个的学校列出来，但是大家要先注意，列到你很有可能有更少的，也就是说我今天更少，少到就是说好，我今天没有办法被抽在样本。我只是说好，我今天把比较远的地区北部跟桃园我就没有列了，好，意思就是说我把比较远的地区那千里迢迢的，然后从支持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这个人数少有两个原因，我刚刚已经讲了，有的时候是学校的人数少，这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是确实同侪的这个参与支持度没有那么高，而我愿意来从中部的学校，然后从这个就有点看不清楚哈，就要我在我的电脑上看起来很好。然后呵呵非常抱歉，好像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颜色对比。对对对对，这之前我这还好。好，这是花东来自花东的学校，然后对也有来自金门大学。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想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然后不要占用太多时间，我重点就是要带出之后的那个参与学生，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请到新生制的行政主编，在亚洲大学念书的刘慧中来我们分享。好，我看一下 PowerPoint。好，就是我是亚大学生呢，目前念资讯传播四年级。那为什么我会用新生制的这个头衔，然后想要带就是之后的，先帮我按了哈。我刚在测试。好，就是我为什么想要新生制的这个头衔跟名义，然后去说到底我怎么去讲故事，这个故事是怎样的方法来讲，就是会转介到，就是等一下两位他为什么他们在今天的分享会是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在讲我怎么去透过我参与运动的过程，然后去发现人，然后再跟他有交流跟讨论互动之后，然后再把这些故事跟他们一起整理之后，然后再到现场来去做说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现在是要讲我的这个过程。对，因为刚才老师是带量化，就是统计的数据。那我现在算应该算比较一个直化的、动态的一个访问或者是讨论这样子。对，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个运动的时间。嗯，我按错了。哦，好，那青山志其实是一个具有写好和在那边好。就是它是一个写实性疗愈的教育文化杂志。那我这个是我在念亚洲大学创立意义性社团之后，我觉得我想要介入运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想要去书写年轻人他的教育生命史，就是他从以前到求学，然后到可能是出社会有，也可能还是在大学，就是他怎么去去讲述他自己
教育生命的使得他自己受教育的这个感想跟过程，或者是或是顺利的，或是挫折的，就是我们在用故事的书写变成一个文章，然后放在杂志上面，那会有很多不同的学生，积极学生、打工学生、高学历的学生，或者是国立的学生、优秀的学生、不优秀的学生，其实都有。那我们这个杂志就想要去了解不同位置、不同学校的学生他的处境的不同，对，就是用故事来去呈现。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大学期间尝试做的一个杂志这样子。那目前就是跟以前亚大的学长一起来写。那这个杂志的特色就是它没有一点的论述，它就是全部都是故事，就是教育生命史。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杂志，也是因为我在跑亚大学院的期间，我觉得好像我每次去一个现场，然后好多学生都不是我自己学校的学生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我在比如说游行啊、上街啊，然后或者是跟学运的伙伴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彼此好像是有一些差异的，可能我没有太多的社运的社会科学的这个理论，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学科的方式去让我去理解社会运动，我都是比较是以我自己生命经验中的一些教育的挫折来去想说我怎么跟社会想要有建立一个关系。对，我觉得那个学生样貌的不同会让我想要去理解到底我们比方说好学生坏学生，这是大家主流的刻板印象，那我会想要用更细致的叙事去写说那到底这样不一样是怎样不一样。对，那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就是碰上了这个学运嘛。对，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刚才也有讲，我在亚大是有创立一个异性社团，那就是现在是换其他人，就是在已经交接了这样子。那我其实会想要去那时候会参加学生才太夸张，我很紧张。就是那时候会参加太阳花，是因为我在中部其实也有跟其他的学运社团有保持联系，然后我们一起去坐车，然后因为社团的人很少，那时候才两三个人，然后就跟两三个人，然后在319的时候上去这样子。然后你看到最人数最多的就是东海这样子，就是东海可能带就是几车上去，然后就是我们就这样子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车啊？我跟一下这样子，然后两三个人，然后帮我跑过去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感觉到那中部就有那个差异了，就是说能够最先动员到人，然后联系到谁可以资助车的车钱，然后并且可以有一个时间点跟北部的联系，甚至一起号召上去，那时候就有感觉到那个学校的差异的那个存在。所以我那包括在去了之后，你的落点会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社团其实没有太多跟北部或是跟真的有过去学运的那一些脉络一直跟着那么紧，所以我们上去之后其实比较偏就是第三个就是自发性的就是志工，就是我们亚大学上去只是比较是在那个物资组啊、纠察组啊，或者是那个小蜜蜂啊之类的。那可能跟那个一上去，然后就去一场，然后是或者是跟开会的，或者是在比较坐落的位置，就是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可能不太是隶属某一个学运团体，就是因为我们社团其实上去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就是大家就各自就是去蹲点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注意到什么，就是我想要用我的身份来去讲，就是我注意到第一个就是亚大学生刚开始上去的时候其实不多，大概两三个人，然后到后期才有自己学生有包车包一台，然后包之后33年的时候包两台上去，那个是学生自发性的。然后再来是
我从学校看出来大概就是最多就是三台车的人数，就是在我们学校。那第二个是我是创立一零四的社团干部，那我发现到什么，我发现就是说纵使好像是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团体，但是好像不会被当成学运团体然后一起去决定一些事情。对，然后就是可能好像就是比较是一场，他们可能是我们到了之后也是比较是声援的角色，那可能黑岛青啊或者是之后的那些学院团，他其实那个组成都比较是前面的反媒体垄断或者是前面的一些学运反国光石化，就是那时候很早之前就一直建立的那个学运的网络。那呀，我以前都是只是上街而已，对，所以我没有办法一起用这个好像是学运，好像是一心，就是好像就是，可是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名义去更深一步的去讨论，就是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一样是外面在生意，对。然后但是我是杂志编辑，那这个角色会让我想要去对，所以第二个角色是让我理解说我去到的那个现场，我所选择的参与的方式是好像是没有这么多的，对，然后就比较因为之前社团的经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际跟人脉，所以就是还是只是一个声援跟支持这样子。然后再来杂志编辑，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去了解说，哎，好不容易这个学运好像冒出了我以前去游行的时候不会看到的人，就是可能是科大的学生，或者是就是跟我一样在中部的学生，就是我觉得好像突然就是来自我世界的人变多那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怎么形容，对，就是感觉那个意志性更大了。那我就从一个我的教育生命史想要去了解说，那到底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或者是不是为就是比较是教育比较不是这么主流，我就觉得他们怎么想这个运动，那为他们参加这个运动跟他的教育经验有什么关系，就我会想要去了解这个。对，所以就是然后刚才有说过，就我们学校上去的时候比较是当观察员啊，当木工啊，对之类的，就是亚大的学生上去的特质。然后他们状态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好，我就是要燃烧我的生命，然后我要誓死奋战到底，然后纵使那个课业都还没修完，然后或者是很多事情还没做完，不管我就是要待在那个组，然后就是先坚持到最后。对，那第二个就是好，顺便可以去回，有些人就是家在台北，然后他就可以顺便回家，因为有人就顺便包车，然后就是反正去那边打卡，因为就是我参加运动哎，然后打卡然后回家睡觉，这是大概是两个状态的那个这样子的感觉，就是，然后我有一个，还是我有一个在北部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在那个学运，然后他是在那个担任那个议场内的那个守门，他是纠察。对，那我就一直跟他聊说，哎，状况怎么样啊？就是现在情况是什么啊？那你们下一步是要干嘛？我以为他有参加决策，没有，他只是参加那个例行会议。就是你即使在议场，你也不能决定任何事情，而是你可能他们决定事情是一个更上面的那个联席会，就是跟社运跟学进以一些学运分子跟社运一起决定一起开会的那一个才能够决定什么时候退场，什么时候明天要播什么，然后什么时候下一步。对，那基本上一场几乎好多自愿性来的人都是在做守护的这个动作，就是每天固定排班去看那个警察会不会来，然后每天就是其实在一场，就是人家有学生会长，他们其实有我有朋友就是上去，他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是在一场，然后感觉就是另一个就是休度假饭店一样，就是感觉就是吃完然后再看有没有状态，然后再睡这样子，就是因为也没有任何人跟他们就是接触，然后去讨论任何东西，就是素人在那个议场内其实都还是比较是做一些杂事为主。对，然后我就开始，我想说，那既然
我朋友在一场，我就想说，那你要不要出来？就是我们一起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会一起发传单，然后会一起去散播这个东西，然后会一起去做一些商机。要不然你在一场内其实一直守紧他，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人守的。我觉得你走出来跟大家互动好像也蛮好的，但是他死都不愿意出来。我在想说，那为什么呢？就是应该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方式，而不是只是帮人家当警察。我觉得因为那时候人也够多。对，我想说，那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可是我发现他好像很难做。哎，帮我按一下。对，就是，所以我就想说，那到底我的朋友跟就是可以跟联席会开会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干我的朋友比较是说他其实就是。我包括亚大上去的人，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认属于可以去讨论议题的这种团体，不管是社运或学运，对，就是不太有一个就是好，我知道福茂的这个经济结构，然后我也知道两岸的关系，然后我知道就是这个议题伤害到谁，那他怎么论述说回到现在社会情况要怎么，人民要对政府说什么口号，就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我周到的其实都不太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再就是，资讯都是比较靠就是那个真正决策的人已经发出新闻，然后发出资讯之后，然后他再透过媒体去看，对，就是他其实选择就是我要帮这些决定的人，然后去守护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朋友来大多数是这样的方式是参加运动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有在亚大有一些社团的经验，我就想说，那这些我守门的纠察朋友，跟物资组的朋友，跟小蜜蜂的朋友，他们怎么去看说他们要怎么参与社会改变这个事情？可是我发现就是。可能你去跟他们讨论之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很难以回到自己的身份位置跟角色来去聊说我跟这个运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身为一个亚大的学生，好，那亚大跟福茂的关系最可能连接就是说有社工系的学生，他觉得他自己未来的那个就业机会会因为这样的经贸的那个开放，然后就牺牲他就业的那个力，就是就业的这机会，所以他就是上去抗议。可是大多数的我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角色跟名义去声援这个运动的。他可能是热情的帮忙改变，帮忙打倒邪恶政府或者是邪恶国民党。可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大家都变一样了。可是我在想的是说。我所身处的学校，它也是有它的科系的特殊，或者是它产业。比方说，我们学校都是实用科系，那就是我们学校是财团起家的学校，那它会预测未来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它就盖什么科系，比方说设计系啊，或者是市工系啊，或者是就是它感觉有什么产业要起来，然后它就去设这个科系。那其实。福茂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它既然影响的产业这么多，那学生会不会因为这个产业的连结去想说，那福茂跟自己的关系，然后进而去声援？那这样的学生有，但是非常少。对，就是我这时候我就怀疑说，那他们是怎么样的角色跟心情上，既不是受害者，那如果不是受害者，那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要办一个这样子的讨论，就是我的福茂生命故事，就是。到底说，这样我周遭的这些朋友他们去是要干嘛？就是，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亚大虽然是两三台学生上去，但是我后来在5月24号办了这场活动，那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学校来，然后甚至有社会人士，那这个边缘青年大概有两三个小蜜蜂来，然后有。
一个当时候北上纠察，然后再来是科大跟那个有上去的学生，大概15个来个，然后一起来聊说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其实聊一聊，大部分好像有个感觉说，其实很多上去的人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去，就是有一点说好像社会已经在改变了，我好像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对，还没有深入细到说我的角色应该要存在这个改变社会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位置。对，然后所以经过这样子的故事的讨论跟梳理跟整理，其实越来越发现说我觉得运动里面每个人思考自己的位置跟角色是重要的，可是这个讨论的这个空间的平台是很少的。那透过亲身之这样子的实践，其实我会发现说好像原本在一场跟一场外的小蜜蜂纠察或者物质组，他们好像是一个工具性的或是功能性的，可是有了这个故事性的一个了解跟交流之后，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开始一起反思中，那我在运动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我在这个集体当中我扮演了什么样的的效果，然后去参与甚至影响到我后面之后回到学校的人的这个状况。就是我觉得那个自主性的这个反思性是在这个故事的讨论上面，而这个是我那时候亲身是在办的这两场活动中所发现的。对，那这个是纠察们，有个纠察总大大旁边有个这边，对，大家应该认识他。那所以我就开始说，其实故事是一个发现更多人怎么去看待自己参与运动的这个方式。那所以说我在讲看不见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去直接用一个统像老师这样子统计性的东西，然后去归类出一个，然后什么是看不见，然后再请真的觉得自己看不见的人，然后自己在上台，然后去说我为什么觉得我看不见。其实我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怎么觉得自己被看见跟怎么自己不被看见，他是需要一个故事性的梳理跟讨论跟整理之后，他才会发觉说，那我要怎么让我自己被在这个运动中被看见。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社运可能大家很注重的是那个巨观的论述，比方说政府怎么邪恶，或者是经贸怎么样的在进行，或者是代议制度怎样的崩坏。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外，可是到内的时候，那我们团结的人到底是谁，我们怎么样去合作，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彼此，跟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彼此的角色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什么效果。这个可能不是就是透过论述，或是透过一些很抽象性的思考，这个比较是透过经验跟你的感觉跟你的感受，然后去整理的。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运动中间，这个318学运是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个两场的那个故事分享会里面所感觉到，这个才是能够被梳理的。所以在我等一下讲快讲，就是在上个月3月318的时候，大家都办回顾的一些活动。那其实我在雾峰也有办一个回顾展，那是朝阳跟亚大的一起去318的学生一起办的，就是我们一起去讲我们那时候在干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们又感受到什么，然后我们回去学校我们又实践到什么，然后一起交流，然后甚至去彼此讨论说，那这个运动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样讨论，其实就发现说，其实你那时候在当二楼当木工，我那时候在青岛东当纠察，我那时候在物资组，然后彼此就有一个讨论完，就会原来我们那时候都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就是即使你是分散，可是你会觉得那个集体的那一个状态被书写出来，就是在那个分享会的过程里面，然后也才因为这样的分享会，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等一下两位讲者其实是在种种的一些整理的过程，他其实是反复去思考自己的位置跟身份之后，再去聊说那他参加这个运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很
漫长的事情，就是他也是共态，就是说，如果你在三一八的时候，你直接坐下来，然后去访问一个人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会告诉你，因为就是那时候是战斗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要来静坐，然后我是要就是抵抗敌人的，我干嘛跟你聊着我的生命故事是什么？就是因为那时候现场并不能够这样做，可是到后面时间点慢慢就是。大家静下来，然后大家开始回去，然后大家看到开始面对自己的生活场域了，然后那时候才能够去有这个活动去来讲说，那你觉得你这个活动影响到你什么？这个时候大家才是一个在直化跟一个故事叙述的那一个交流才会比较积极产生的，甚至在媒体的访问或者是在统计的数据，它是更生动的。对，就是所以我等一下。我在讲的是，亲身自是一个看见人的方法，它是用透过各种的讨论会或分享会来去看见不同人他怎么去参与这个运动，然后他的改变自己那个影响的那一个步骤是什么，他怎么又回去到他的世界，然后去更积极的主动他经营他的东西。对，就是我在讲的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用的这个方法，然后发现到这两位同学，然后谢谢大家。好，我们讲这次。刚才他就是讲说，就是运动中每个个体他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如果参加这样运动，他反思到什么这件事情，其实会影响他接下来无论是科系上的选择，或是生活上面的态度啊，因为包括我们待会。的语坛人两位学生就会讲说，他如果参与运动之后，再转进到学校之后，就一个学校去对抗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现在就再请黄义婷同学来我们分享。就是我是那个刚那个 Hannah， 他就说他在亚大创一个异性社团，然后现在已经交接，没错，就是交接到我手上。就是那时候我在。因为运动之后，就是也陆续参与了很多的组织，然后去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回到学校，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参加了一个营队叫自结群，然后那时候有人在分享说异性的社团要怎么去办，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们学校好像有个异性社团，那我就去密谈，我说我想创社，然后他们说哦好啊，把社团给你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变成唯一社员，然后也是社长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我的奇幻旅程。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来做讨论的时候，我想说我抬头到底要用什么，然后我想说就是不被看见的学生，然后很多学生或者是一些就是遇到前期长辈，他们就说啊，你看你们去了，你看台湾还是没有改变的，还是都一样啊，然后可是就是会想告诉那些人说，就是其实我们都还在讲，就是只是我们离那个所谓的那些社运圈或者是核心远了一点，但是这个距离刚好就是我们前进的原因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怎么去参与运动，然后在运动中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我觉得算是我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没有就是受到谁的指使，或者是觉得我应该要干嘛，而是觉得这好像就是在课本上那个什么野百合学运的感觉，我应该要到现场去见证历史才对啊！我干嘛一直坐在课堂上？反正也是在睡觉嘛，所以我就上去了这样子。我3月20号上去，然后对，这是我去用我现在的手机拍我那时候的手机，因为已经坏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物资组的日子，就是每天工作就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因为物资很多。然后就是你看到大家就像那个蚂蚁小尖兵在搬那个 PC 用的箱子，然后就这样运进来，然后你要开始做分类分配，然后去规划，哎，你的食物大概要放哪里，然后你的用品要放哪里，然后最好玩就是分配一个野餐，分配就是比如说一下雨，你就要赶快冲出来问大家有没有雨衣啊，然后你要干嘛暖包啊，然后就是，然后那时候最特别的一个叫做太空毯的东西，它是这样洗过。然后大家都会抱在那边，然后每个人都坐在街上发抖。然后就是还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泡泡面，那时候我们泡了300-400碗的泡面，就是泡给大家吃。然后就是有时候还会就是有点在娱乐大家，这样就是很像在卖药啊，就一直乱讲话。然后或者是就是问到最后没人要你理你，就会突然来就说，哎，谁要吃牛排？然后大家都在看，然后就说没有了，就泡面。
就是会去娱乐大家，因为其实现场大到运动的比较后面，大家就是其实演讲相同的论述，其实已经听了很多遍了，然后就会其实大家不知道干嘛，然后就坐在那边一直坐一直坐，然后坐完就是电影，我该回去上课，然后就走了，然后就不会再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很特别是隐藏，因为那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很像武器的东西，比如说大剪刀、工地手套、瓦斯罐。很粗的绳子，还有安全帽，然后我们一拿到，我们就要赶快，好，赶快用黑色胶布把那个，因为那个直接一整箱送来的，它好像是直接去买批发一整箱，然后上面就写说什么工地用安全帽乘50，我们就赶快拿大黑色胶带把它粘起来，全部粘起来，因为那时候其实会有便衣来，其实便衣大家都知道他是便衣，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就是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便衣，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就穿西装，然后拿公事包，然后跟你讲话的时候，还会拿那个袖口麦，大家都知道他都没有麦。然后他跟你说：“哎、欸，我们还缺什么？你们还缺什么？”就是他们想要，就是确认我们还有哪些物资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在物资组的时候，就是待久就是会被当成元仔，就是因为在骑楼睡觉，然后你的脚会超出那个，就是应该因为那骑楼很小，然后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那个，比如说那个阿伯阿公走，我觉得哇，这笑脸比较困哦，那就勾嘴，然后就开始拍照，然后有闪光就算了，还会一直踩你的脚，所以在那边基本上是睡不着觉，因为大概两小时就会有人来踩你的脚，有的踩到还会发现，有的没有发现就直接然后你就会就是会一直做噩梦，因为一直踩你的脚。哦，对，我记得热清晨是热天气。然后那时候三月，然后就是台北非常冷，然后刚刚还有下一点小雨。这一天早上，我记得清楚，我的早餐是冷掉了八宝粥，然后我发抖在吃那八宝粥，因为就是在那边其实就是很冷，因为上去也没想到会这么冷，就是因为就是活了就是生活在台中那么久，都不知道其实台北是很冷的这样。然后这个就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这是三月的三那一天。然后就是那一个晚上是我也有去参与这次的冲撞，然后这是后门，然后就是后门组其实我给他一个特别名词叫做吸怪砖，就是他负责吸引警察来后门，然后警察到后门，然后前门就可以进去，那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警察就是已经都来了，然后围住，然后大家都躺在地上一直喊退回福茂，他们也不对，对，退回福茂他们会名字。然后这个的起因其实就是，如果你在现场待很久，就会发现我在现场听到那么多教授讲，然后跟那么多人聊过天，然后突然发现福茂是这种东西。然后那个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还会来跟你说我们要超越韩国，逆风高飞，然后你就觉得到底是怎样，为什么就我都可以去指一个国家的总统，就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我觉得我在这个行动里面，就是我想的，我自己个人是想的非常清楚，就是我必须这么做。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在乱叫，就是叫大家进去静坐，就说学生们在捍卫你们的未来什么的，你们可以支持他们一下这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必然会选择，就是我在晋级的巨人，大家都在动漫嘛，然后就是那边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就这一段话，他就说事后再说，就是其实运动应该要怎么走是非常简单，可是在当下大家都不知道结果是怎样。那我觉得323对我来讲就是无法预见结果，可是却得面临选择，而且我们必须做的选择，因为我那时候是走动，然后我就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在离开当中，因为要上课，就是要礼拜一。那我觉得就是323也酝酿那个331不是万人上街这样子，然后这是他就是那一段话后来的话，就是我们去参与那个运动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所学校，他们都或多或少付出了自己的一些时间，比如说打工的时间啊，睡觉的时间啊，或者是上课的时间。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在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你只要坐下来跟他好好谈，他就会改变政府。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舍弃掉自己的某些东西，不然就是无法改变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场运动就是我参与在其中，就是因为我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组织，然后就是，然后中途也经历了蛮多事情，比如说我就在那个运动的时候，我居然得到肠胃炎，就是很痛苦一件事情。然后那边厕所就很少，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半夜已经凌晨三点还是四点，突然下大雨，然后我们起来就开始捍卫物资，然后就开始冲来冲去的，然后还要手动倒水，因为那个我们自己建立的那个雨棚，它会积满，然后你就要在那边看着它积满，积到满，然后你就戳它一下，水就从这里流出，然后你再等等等，然后再戳它一下，然后整个晚上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累，因为物资有干粮或是棉被，你就要去保护它们不受潮这样。就是为了给异常营业人用，然后对，就没错。然后我觉得最大，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那个思维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原来我可以这么做，就是原来我可以去质疑这个政府，就是就连我一个就是那时候是大一的时候，就连我跟大学生都可以去觉得，这政府这样做到底对吗？然后就开始怀疑说，奇怪，他们不是比我多了很多岁数吗？可是为什么做事情还是就是像幼稚园一样？然后就是原来我可以搞懂方案，就是在北上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很怕别人说我被煽动，然后所以我就去练一练福茂全武，然后就开始看，然后看第一遍我完全看不懂，就其实他都是中文，然后我又看了第二遍，然后就是一直看一直看，看下去才发现就是他根本就是很多空白授权，然后他就是。他也没有要说细节的，或是影响评估等等，反正他就是啊，我开放了就这样，就是完全就只有这样，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政府会弄出来的政策嘛，然后就是原来人们可以上街头抗议，我觉得这个原来并不是说我觉得人们不可以上街头，而是你当你参与在其中，你会发现说原来这就是上街抗议，就是没有这么难。你就走出来，然后说出你想说的话，说出你的不满，然后这就是上街头抗议。然后就是原来历史是真的可以被篡改。以前我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某种阴谋论啊，就是政府哪有这么无聊？然后就会发现，没错，就是这么无聊。然后我最常用这个举例就是《海贼王》的空白的一百年。然后我就觉得说，台湾难道没有空白的一百年吗？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难道没有抹去一些历史吗？然后事后证明其实是有，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历史老师，因为他要教我假的历史，然后都没有告诉我真的历史。然后也是在318前一年，我中秋事件的时候，我就是乱读，才发现就是一些就是以前白色恐怖的人物，比如说郑南榕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自由的想象，应该就像是。我们可能一开始有翅膀，但是我们可能不是被关注，或是被框着，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为什么要飞，或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就是为什么要去抗议？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很像开启一片新世界，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视野开阔之后，我看到更多东西，那不是只局限在以前，就是小小的红一点世界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对，就是原来台湾不是国家，我真的到那时我才知道，我一直以前大家都在喊，就是喊爽，对。然后因为到现场，我就很无聊，就是在物资组我都没事干，然后我就去找人聊天，到处乱搭讪，然后就到最后有个历史老师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有点就是有点错愕，就是我活这19年我都在干嘛？就是我学假的，然后我又考假的，那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就是老师为了，就是国家为了教育而教育，然后你为了考试而考试，然后你们两个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上去运动最大的改变，就是真的是开拓我的视野这样子。然后再来的时间，我应该就是要分享，就是再去分享我在学校中就是运动之后，然后我经历了哪一些的团体，然后这些团体中我学到了什么，那。我把它带进校园里面去实践它这样子，然后这一张照片，这一只叫咖喱，然后它是我们学校的狗这样子，然后你看到它有锁头，因为我们在训练它比较嘴长这样，然后就是
大家在讲，我最后会讲说校友政治如何生活化，然后为什么我假如说我的理念是台湾独立这个理念，然后为什么我在学校反而会去做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像是动物保护的事情啊，像是最近就是南艺大有一个学生因为浮雪而死掉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去弄浮雪啊，弄动保的事情这样子。好，这是讲到水云梦，我接触的第一个组织，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接触到这个组织，然后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应该都会扣紧这个组织的初衷。这个组织就是小蜜蜂，就是相信一定很多人也去参与这个团体，因为它就是自发性的，然后也会有很多小蜜蜂自走炮，就是随便走上街，然后就开始拿个大声公，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自己想讲的事情。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拿传单发到他那个路人的手上，然后路人这样看一看，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着那辆传单掉落，然后那路人就会走开，然后你就会，然后就把他传单捡起来，然后拍一拍，然后再找下一个路人，然后就说大哥不好意思，然后你就会很像那个推销员，就是你要一直去发传单，然后就要一直去被挑战，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名誉很重要啊，什么很重要啊，这群名誉很重要啊，可是为什么他不会拿这个传单，他甚至不会看，难道他不关心吗？那我就开始去想说，那他会管什么？那这个也是我最后会再回来讲到，就是那学生们到底关心什么这样子。然后这是我在就是小蜜蜂之后，我跑到那个岛国前进，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不是啊，就是不知道在学校要干嘛，所以我就乱跑乱去，就是去当志工，然后去整广建。然后这是我在前面整品演那个演讲，不是演讲，就是街头短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体验到，其实岛国前进就是小蜜蜂 2.0， 它是更深化的论述，因为它直接讲的是一个公投法，然后它要做更多的不同的，比如说它会联署、会游行，小蜜蜂不会这样，可是岛国前进会这样。那我在那边有学到一个，就是如何街头短讲，就是你当然不可能就站在那边讲十分钟，然后经过的人只听了你30秒，然后他就全部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要算准那个时间，那个人要走过来就开始讲，讲到他要离开一分钟，差不多一两分钟，然后讲到最后，他可能就会停下来，或者是你可以去，或者是拿传单的人就会去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我让你介绍给你这个共同话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也因为我进了老国前进去了解共同话。我在亚洲大学也才可以去抢陈文茜，因为他要来学校演讲，我才可以去抢他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学到蛮多地方，就是青年在政治，就是现在有手机也可以去搜19岁市议员，然后就是可以找到我那时候一些新闻，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主张要下修宪法130条，然后去把那个参政年龄修掉，然后口号大概是大于18我要投票，小于23我要参政。那我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让我学到真的蛮多，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直接诉诸一个理念，或者是我就直接拿传单，或者是我直接站在街上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可是其实你的手是右手，然后就会有一点我是在讲什么吗？我就会觉得很无奈、很无力这样。然后后来他们的做法是9月1号那一天。就直接去登记市议员参选，然后那时候我去，然后因为大家我去领表，然后真的去参选，那你要填的东西真的好多，然后我就去填完之后我就送件，然后就是因为记者都会去，就那边有很多市议员去参选，或者是很多不知道70几、80岁的老阿伯啊，就坐在那边动算，然后那个反差就让你觉得我来到同一个地方吗？为什么？就是我去那边好像我是异类这样子，然后。因为记者看到你来，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穿一体 T 嘛，就是自己国家自己救，还是我不服？我穿我不服，然后就是记者可能会注意到，就说：“哎，同学你来干嘛？”然后你那时候就直接把新闻稿拿出来给他，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哎，原来新闻稿是我们自己写的哦，就是不是自己是记者自己写的哦，就是我们自己写好新闻稿然后给他，然后大概你要讲什么，然后他就会回你一套。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是。以前黑人不能投票，以前女生不能投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不能投票呢？这到底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我就那时候就直接跟他讲这个，然后他就瞬间明白这样。然后之后我就去树党，那时候有个树党，
然后跟青年在真的是蛮紧密合作的这样子。我去那边辅选，然后这个是吉镇长，就是他已经选上了，然后他头上那个独角仙是我做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需要社运的手段，然后社运需要政治的维系，因为那虽然我参与运动的时间就一点点，而且是从2008开始，那我就觉得。就是那时候有体验到，就是其实很多运动团体或者是学生社团、学生社团，他们会去政治化，或者是他们不会说这件事情要如何进行体制内的实践，或者是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他们只会变成说诉诸理念，然后去喊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政治也需要社工作，因为像我现在在学校，我认识一些议会或议会的朋友，他们就会。他们在政那个，因为议会是一个政治场域嘛，他们在那个政治场域就会用政治手段，然后就会变得有一点自爱难行，就是他其实也没办法达到他想要的目的，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学校要打压我，为什么其他议员不理我，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政治学校设于手段，就是他可以走很有趣的抗争路线，学校不理他没关系啊，就是用其他方法啊，你就直接在学校拿大声公讲话也可以啊，或者是。就是变小蜜蜂，学校内的小蜜蜂之类的。然后这是我在那边在树岛里面学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不学无术是我们就是我现在的社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要怎么来实践校园内的公共事务？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动保议题在亚洲大学争议一直很多，因为亚洲大学是。开放式的校园，然后又比较偏乡，然后很多狗狗都没有绝育，然后就是流浪狗会一直跑进校园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行动保就是在帮忙的人其实很辛苦，因为他们要一直被学生骂，就是反正狗狗怎么了都是你们动保社的问题，就是一直骂一直骂。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找了就是他们现在的社长，就是聊了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很有自信很自恋，就说。论述我来写，子弹我来打，然后你们就去做吧。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反正现在就是他们就是也很辛苦，然后也很努力的把它弄起来，然后又很开心。然后这一只狗狗叫伊尔，对，然后为什么我会一开始提说台独，就是谈动保也是台独的脱手，就是动物保护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你在谈动物保护的时候，你有些东西是要放进去的。一些原则，好，今天你把狗狗留在学校之后呢，然后关起来吗？然后怎样吗？但不是，你就要去跟学校代表或是跟学务长说，我今天我们不练狗，我不要带狗屋，然后他们不是校犬，他们的名称叫校园流浪狗，然后我们不一定要送人或是让他们流浪，他们也可以生活在这边，就是要去谈那个，要去谈原则，就是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动物保护，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不管是同侪学生或者是长辈，都会说，台湾独立，然后呢还是一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台湾独立只是改名，只是然后宪法一样，然后这个体制还是没有变的话，那我干嘛要台湾独立？所以就是台湾独立是个箭，可是，在射箭之前我们要拉弓，就是我们拉，同志可以结婚，我们拉不要剥削劳工。我们一直拉青年参政什么什么的，拉满公州再射出去，到达那个地方才是我们要的台湾独立。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因为台湾独立在我运行的时候跟，就是我在实践动保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刚好施明德来演讲，然后他就来讲两大部分题目，然后我们的学校就是，反正他们都会请郭熙政客来演讲，就陈文茜啊、施明德，然后他们就会动员学生去听，学生也就是学生可能一个系两个系都要带去听，然后他们就会欺负学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在台下面拍手机器，然后上面人很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去 Q&A 时间提问，就是说你这个大一中原则跟一中原则还不是一样，就是然后就是我说他忽略命历史脉络，然后我后来第二个提问是说你要不要公开跟陈水扁道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那个哈兰就跟我说，一婷，你不觉得你同时谈动保，然后又谈台独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才噔，好像是，我才直接去想，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有点，
不会 KK 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两个概念上都差不多，就是我们谈的这个大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当然不可能一触可及，一触就马上到那个地方，可是中间的时间是要慢慢放进去的。那我觉得好，对，这是饥饿游戏，大家记得吗？然后这是我在立信社团带，就是在运动之后回到学校，然后如何去实践这些东西，然后带大家讨论，比如说服务学习，在我们学校其实就是扫地啊，或者是带社员去讨论狗狗的心智图，就是讨论说，因为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是说，都只爱狗，然后你们都不吃素，所以你们都是伪善之类的，我们就有讨论，就是狗跟其他动物难道有不同吗？就是我们会去讨论这些东西，然后也带着社员一起了解这样子。然后刚刚大家都拿到一本书，对不对？那一本书就是《想想养大》。然后因为我们有个舆论平台叫“靠北养大”，然后一开始就是能量还蛮强的，然后学那个老师跟教官都很怕，就想怎么办？我要被靠北了。然后大家就是在课堂上提醒他，大家不要上去那个地方啊，他避免不负责任啊，你们都成年啦、啊，对，就是有问题来跟教官反映嘛，对不对？我们一起坐下来谈嘛，就是他们会这样。可是经过一些时间，他们好像发现，啊，学生们也只是靠北啊，也不会干嘛，所以我也不用怕的。就是我好像也不会，就是我其实有在上面被靠北，可是大家好像不会用具体的行动来，就是来解决他们的靠北。然后那时候我就弄了一个东西叫“想想养大”，就是把大家讨论的事情，会靠别的事情，把它抓起来，然后去讨论它，然后去论述、去写文章这样子。然后就是比如说像狗狗的、啊、像浮水的、啊、像我们之后可能会弄的洒水器，就是乱喷一桶的、啊。然后那时候就回到一开始最开始小蜜蜂的时候，就是学生关心什么，在学校在学生周遭的环境是什么，你在那边喊说。什么希望、勇气、民主、正义，他们都不会理你。因为他们一走出教室就撞到成群的小黑舞，然后他们走在街上就被洒水器乱喷，然后回到宿舍想洗澡的时候就没有热水。他们在意的是这个，所以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就从小结构去看大的观察。然后这是在亚洲大学我觉得可行的方向，可是这个方向没有绝对，也许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其他方式的实践是有效的。那我认为就是在亚洲大学的拓荒的时候非常有效的。然后那时候，然后我们的香香养大其实是可以接案，就是像最近接了一个吸烟区，然后我们就在开始弄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天哪，这东西的论述就是非常的庞大，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弄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写文章之后，我们可以产生一些行动，比如说像跟学生事务最关心、最密切的就是学务长，我们可以去找他谈之类的。那这是一个万事屋，就是你有什么公共议题的困难，你就丢来我们这里，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帮你解决看看。如果不能解决，那我们去厘清为什么不能解决。那这件事情在伦理上是不是可以讨论出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拿到的那一本，就是。如果觉得不想拿也没关系，就是可以放回来。那因为在粉专上就可以查到这个。然后就是刚我讲从小结构，从小观察看大结构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像洒水器乱喷，他被喷到之后，他就会去学长，也会说：“这个洒水器要不要喷一下？都喷到我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就会试着去跟学生说：“洒水器喷到了。”然后就会去询问状况，然后去跟学校沟通：“你们洒水器喷到了。”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介入他们之间，就是他们沟通不了，就是情侣，然后沟通不了，然后我们要去当传承筒这样，然后再来去看更大结构，是因为洒水器是走不出的。那好，接下来就乱喷，把花都喷坏了。好，花也是钱买的，都是总务处弄的。然后我们就去看总务处的运作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可是很奇怪的是，如果你直接谈说总务处如何运作，就是说啊，总务处好黑啊，都。黑钱什么之类的，觉得没有人要理你。可是如果你弹沙子，你乱喷，他说对对对，就是乱喷，就是你弹这个大家会理你，然后你直接跳后面那个大不会理你。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运动之后，就是有许多的学生团体或社员团体，就是他们可能会谈总务处如何运作，就是谈自由贸易，谈经贸，
可是就是当然还是有人听得懂，然后我不觉得这样是不对，可是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就是那个好像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也不关我的事，他们都会说啊，反正生活还是照过嘛，对不对？好啊，虽然我都会回他说平安，你过得很好啊。好，就是介绍一下，就是留到之后才介绍，对吧？应该要放前面。就是不学无术这个词，应该是我接社团的时候再跟他讨论，要不要改呢？要不要改？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不学无术是什么意思，然后可能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词吧。可能到时候我就会发现，这其实它意思就代表说，即使你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你都可以参与社会的讨论，不管你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也好，你是私立，你是寄宿也好，只要你想参与讨论都可以。你都会拿起你心中那把尺去戳，对吧？去丈量这个社会这样子。然后在亚洲大学，就是我会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在参与运动中不会体验，因为参与运动可能就是大家来这个地方就大概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我大概知道我要对抗邪恶的政府啊之类的。可是，在亚大就是真的很像是完全的社会缩影，就是。他有跟政府一样的一些官僚的系统，被剥削的工读生啊，然后学生们的教师都没有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保守大众，因为我在参与其他组织的时候，他们都会提醒他们的那些志工，或者你要记住，大众是保守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天都在接受保守的大众，这其实根本就没差，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沙漠中拓荒这样子。至少我们这边的大众是进步的、啊。对对对。然后我在学校跟学校沟通的过程中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没有试图解决这些权力不对的或是不公正的事情，比如说像是狗就是一直被捕我到被抓走，或者是学生就在学校只能一直扫地啊，或是一直被水乱喷之类的，就是如果我不试图去解决，即使无法解决，我也要试图去了解，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又要怎么去对抗最大的邪恶跟就是万恶的国民党，就是我又要怎么去对抗就是在台湾这个更大的地方最大的邪恶。然后我觉得我体验很深的是，就像他刚刚说的，没有包三台车上去在运动中，可是这真的也是有人说啊，我家在附近，你们交个100块然后就到我家了，就是好便宜这种感觉。然后黄一婷拜拜，我回家睡觉了，然后 就走了，然后我就很孤单的待在屋子里这样子，然后没人没有讲话。然后我遇到很多回到学校之后，因为我刚好比较就是新进接到异性社团，然后我可能会找他们想要一起做的事情，然后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都不想要参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一起去运动之后，可是当想要一起做事情，然后又会觉得很不要。那我后来就觉得，因为他们都会跟我说啊，我要转学啦，就是他们都想要逃离亚洲大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想要转学，所以他们不觉得在这个学校做事是很值得，或是很值得的事情。然后他们都觉得在这学校做这些事情都没用，他们觉得打倒国民党比较简单，然后推翻学校比较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然后回到就是一开始就是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故事，这样就是为什么会有不被看见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当发生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是被动员的，大家都是去凑人数的，你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然后就是被大家公布化。可是没有人会去仔细的了解，就是我们的故事背景跟脉络。但在运动中会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在运动过后应该也许可以去反思这件事情吧。就是你要与人发生怎么样的关系？他是你的盟友吗？还是说他只是当运动发生的时候你叫来当警察的人呢？那如果你的组织只有10个人，然后你这样做了10次之后，就是你真的会让你的组织扩大吗？就是你有尝试的去组织这些群众吗？或者是你有尝试带这些人到某个地方吗？那我觉得2D变3D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的群众没有组织，学校在裁你的时候就像一张纸，都没有感觉。可是如果变3D，它就变成一颗乐高了，它踩下去的时候会很痛，它就这样跳起来看看你。我说这个社团是怎样？这个组织是怎样？他，你变成3D之后，学校就会即使要把你搞掉，他也会搞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这是组织的重要性。那就是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个
营队，它叫 URA， 然后在里面有学到一些就是东西，然后这一句很就是我觉得蛮有感觉的是，也许在领导一个运动或是领导一个社团啊，参与一个组织，就是他比较 top 的地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厉害，可是他可能只是我知道大概的方向，但我不知道我清楚那个路长怎样，可能我不知道路边有花啊有树啊，我只知道这条路往那边走，但我不知道那个路上会有什么。那群众是很有力量，但是需要有人跟他说，哎，我们应该往那边走走看，说不定会发现不同的事情。那我所以就是回到那个318的现场，就是有时候我会在现场静坐，然后我就会不知道要干嘛，我也是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要干嘛，我才跑去撞行政院，有没有啊？就是因为做到最后真的会觉得很无力，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事情，也没有人来找我们讲话，或是没有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干嘛，我们就只在那边时间到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就是像上下班的感觉一样。那这样其实会非常消耗大家的那个信心或是能量吧。然后对，这是那个台湾的地图，然后我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在亚大做的事情，就是拓荒，就是那边就像那个大家都知道是哪个游戏吧，就是魔兽世界，就是魔兽世界进到一个地图的时候，那个地图都是那个颜色，就是黄黄的。然后如果你走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的名字就会在地图当中显现出来。比如说我走到台中，台中才会显现出来是一块台中这样子。那就是我会想说要全部慢慢拓荒，就是走到洞宝，然后洞宝才会出现名字，然后走到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才会出现名字，就是慢慢去拓荒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虽然可能称不上是一个好地方，但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因为就是你必须捧着一掌心的水，然后去慢慢种那棵小植物，然后慢慢呵护它变成绿洲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然后就是其实会非常期待跟不同领域的人发生关系，就是同样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想象？然后也回到一开始说，同样在这个运动中的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感受到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事，也许是去说出自己的故事来，就是这个运动改变了我什么，那才会变成说，这个运动是就是大家的运动，因为可能这个运动可能的权是权，他解释这个运动的那个权利被局限在某个人身上，或是某一些人身上，那也许不是大家的东西，那也许大家出来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就是也许它不是正确，但是它是属于每一个人。那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会站在这里的原因，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好，谢谢。他在讲他是参与运动，然后到后来就是回去学校做动保的事啊，或者做参加其他就是运动的事，然后前进啊，还有小蜜蜂的事，对，然后。最令我讶异的是说，我一直就是太阳花运动是一个反服装的运动，没想到是一个台独的运动，蛮有趣的。好，那我们现在请下一位就是吕燕金，吕金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大家好，先介绍，我叫吕金燕，我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刚跟前面两位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是来一个机制体系的教育的科技大学的学生。我从以前就是读高职，然后我现在是读科技大学。那就是像我们高的科技大技职体系的人，最知道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学一技之长，只要一技之长，就不怕没有饭吃，不怕没有工作。可是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正确，可是在我们学校在台湾，我觉得好像发生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专业能力的人，怎么变成剥削的一群人？我们怎么是因为很低薪的出去？我们一毕业之后，我们就等着是看老板给我们多少薪水，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因为老板跟你说一句“你不做，还有别人要做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很害怕。然后台湾的奴性慢慢的就被养起来了。然后我们技职科大的学生就变成一个不会去思考自己的未来，不会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然后只知道我们做就是了嘛，反正说什么就做什么。就像我们学校学生会一样，他们也就是学校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下个时候先从我们介绍，那我这个简报有叫做太阳中的微光，就代表是因为其实我们不是那些拿着麦克风可以在一堂里面或者是在电视机前面可以大声说话的人，我们只是在一个可能是在外面一个边边的人，我们每天就是
帮他等候，帮他早餐，他帮他东西，搬搬东西，然后去指挥交通。可是那边小心哦，不要忘过，或者保持一定要中央上，一定要中央上空哦，确保这边不会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包含在就是我们那个深圳理大群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这边，保持一定要中央上空哦，这样子。好，下来我的简报就是介绍我，就是从这场运动之后，我感觉我对于我台湾，对于我的人生，对很多做一些认知的改变，然后还有一些我就是。离开台北之后，回到台中，然后我在那边做了些什么？我怎么跟一个打校兵部队对抗？怎么去如何去冲撞这个体制？好，现在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台北的时候拍的影片，就是一张是在前面，左边右边这一张是比较前期的部分，另外一张是比较后期，其实就是很多人，然后我们在一场外面的。我想内就每天坐着，然后每天抽筋，然后每天不能上厕所，每天听着人讲一样的话，然后就是后面，就到后面比较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我开始可以睡在外面的马路上面，然后每天五点被冷醒这样子，然后等起来就看有没有东西吃，然后每次我去帮忙做一些事情好了。然后现在就是我第一个我对于这场运动对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对于台湾对土地对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认知的改变，那这张图片就是那个大长花嘛，就印第大地啊。因为就在这场运动中，我认识了很多，就是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印第大地，我知道菩萨，然后我知道蔡立贵，还知道还有认识郑南榕这个人。然后在那边就有一句话，毛阿喜，不好意思，我是那个中立人。然后我们家没有讲台，我就讲一下，他们说阿喜有经验，挖激情台湾，你懂吗？这样讲吗？讲可能很不标准，因为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在讲台语的，所以我已经很非常认真的学习了，就是希望大家原谅一下。啊，这是我第二个认知，这是我对于生命、对弱势的重新的认知。这张图片是我去过去，就是在立法院的事情结束之后呢，我记得就是，这是我四月三十号那一天去的，然后五月一号是劳动节嘛，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剥削劳工大游行。我跟我朋友原本是要去参加那场游行的，跟他说，我们前天晚上先上去，跟他的朋友在那边就是见面聊天，跟他一去我们就不走了，我就开始在那边就是待了一阵子的义工，待人之工，就是护树那边。那我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就突然跑这边，然后跑来护树？我原本不是在反同胞吗？那我觉得很纳闷，我原本是在立法院的，怎么全部都跑到这边来？我就开始跟那边的一些大姐啊、志工一直在聊聊聊，然后聊他们对于生命的看法啊，对于。老树的保护，然后对于什么各种动物的爱护，然后现场也有那些很多 EMT， 就感觉很像流氓那种很可怕的那种。他们那边，那时候我们也跟他们去聊天。那我就是那时候，其实在台北的日子都没什么事做，大部分我都在想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很多环境问题，就是来自于我们人类过度的贪婪。就是想我曾想过说，如果地球没有我们人类，会不会变得更美？会不会变得更漂亮？会不会到处都出到都是很可爱的动物？也许。可爱的食物就不会不见的那些东西的。那还有我之后又自己去想想看，我又延伸到，我觉得那我们跟一个就是一个政府，我们应该要保护是相对弱势的人，还是维持那些少数人的利益？对，那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政府跟财团都是在维持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非常干，然后就对不起，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于什么都可以讲。我对于弱势族群，我就特别的很，对弱势特别的去帮助他们，这就是也影响到后面的我自己人的一个发展。还有对于主流媒体的重新的认知，就像主流媒体，像电视新闻啊，就是以前我以前是一个在三一八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很素人。那时候我每天就是在电视前面看看新闻，而且每次看到网站，大不了觉得不爽，就转发出去，那骂几句脏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参与过这些社会运动这些事情。然后我发现到，原来那时候我在台北，有一天早上，我一睡醒来，就突然有媒体，就一个女记者带了两个摄影，就带摄影机过来就要访问。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他是一点事，像这至少是一个有友善的媒体，不是像什么中差什么那些。然后我说好啊，既然他问了，就给他问，不要摆错了给他看。而且他问了，就是那天前一天发生的问题就是。对面就是青岛东那边有大人丢石头下来，可是我发现他访问我那种只问我自己的想法，他是把我引导到他想要我听到的问题，就至少感觉现场很可怕，就说同学，请问你知道昨天有丢石头下来吗？当就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让他操控，比如说我不知道，然后我说那你这样。
太胖，我觉得那没什么。然后结果健身到最后问了很多问题，我就故意不陪他，他想要我给他答案，没想到我果然没有上电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一个媒体，就是他，在一个媒体，他必须要有一些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不应该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像媒体，我觉得就是介绍，就是借了本的亚当斯密他的那个一只看不见的手。然后媒体是不是有很多人一直在操控着，故意被操纵，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蓝色的，什么绿色的，什么各种颜色，其实都是有人在操控他的。好，就是这三个原因，然后造就我就是后来我离开台北之后，在我这个人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变很多很多的改变，变很大的奇怪。那我现在介绍是，我拉从时间轴来看，我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就是在太阳花发生的时候，我们校内那时候在干嘛？他说太阳那边上面有一张屏，那是我们去签了一个联署。我们那天他们那边很就是哦，那种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不在，可能是我们朋友在学校做的。他就是很认真，很认真，他们签了联署，签了好几天，他们签了1500份，大家超开心的。然后结果当我们签完1500份的时候，学校就把它没收，就说你们没有经过申请。然后我们全部都感觉哦，差赛什么都没了，我们那个当兵生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很不爽。后来我就是那天，就是我从台北回去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事情，我们就讨论，我就说我不行，我们不能屈服于这个权威之下，我们开始打游击。我们印了超多传单，那学校只发，一看老师想不到，哎、欸，老师来了，然后大家就可以散掉，然后不会老师抓得到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是这种打游击的方式，然后一直讲，然后发传单这样子。还有像另外这边下一张图，就是我们那时候发车，我们自己去，我们在网络上发说我们要发车，然后我们自己去找募款，我们那时候找了还蛮多募款，我们总共上去了3次，然后总共4台车，这是第一次有2台车的时候。那这一次是我们就是募款，然后说其实大家我们募款募的还不错，发现我们有特殊能力，就是还蛮会募款。那一台游览车就上去只要1台要12000，然后我们这一台我们就是募到，我们就大家1毛钱都不用出，我们只让大家付过一次钱，就是第三次的时候，就第三次的时候只让大家付过一次钱，每个人30块，让你坐游览车到台北去观光一下，看一下什么叫做反风暴现场。然后就刚刚就是觉得中间发生过很多很蛮感人的事情啊，就像。就是有很多人啊，他们主动联络我们，然后就特地跑到现场来，然后给我们钱，然后也有，就是我们附近有个店家一口就给我们10000多块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想，这种钱那么多钱怎么花呀？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包游览车，我们没有拿去其他用途啊。那就是大家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第一次去纪念一下这张照片。那不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还有很多遇到很多问题，就像说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联署书。没有被没收，只是因为学校说你们没有经过申请，就故意在我们那个联署完要上去送上去的那一天把全部没收了。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真的是，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我是来自一个就是朝阳科技大学，是念朝阳哦，不念朝阳，然后我们校长会生气，他想纠正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他们有特别发了2个公文给所有的老师。第一个老师就是第一天公文，他就说请老师上课禁止谈论政治，绝对不能谈论。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老师是，我们学校社工系有些老师以前是，还有一个在维也纳以前他们有发生过罢课，还有在维也纳搞过台独。然后，那以前那时候，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是。当时野百合学运的那个的发起绝食那个老师叫黄孝鼎，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可是他这次福报他就不跟我们讲，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他不想跟我们谈论，他就说我这次福报你们不要来找我，就死都不跟我们聊，不跟我们讨论这样子。后来我们也没有去逼问他，因为老师蛮凶，我有点害怕。然后可就是就发一篇文，校长请所有的老师在就是在突然发一篇文，就请所有老师上课确实务必点名了。他不就是不想让我们学生上去吗？他就是不想给我们投，给我们上去嘛。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去有一个时间叫什么与校长有约的，然后就这个很扯。然后刚好我们有个朋友，刚好他就是班带，然后他就去了。然后那时候他就去，可能那天校长没有去，蛮可惜的。他是由学务长讲的。我们问学务长说，你们是否发这篇公文？然后会不会是不是有怎样子？可是那时候学务长就打一堆官腔，就说哦，我们支持学生。自主性的什么学生运动之类的，但是我们要经过什么什么，
反正就讲一个很狗屁，就说什么我们要什么和平啊，要理性啊，我们不要抗争啊，我们要经过正常的管道啊，你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就说我支持你们这样子，然后好像变成是他讲的很合理，很支持我们一样。好，这就是。就是我们学校，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上去的人除了包车外，还有很多不同系上的学生，然后大家自己做板子，然后就带上去。好，这下面张是仿生鸟，我们在学校办的中部第一场仿生鸟，在学校跟热音社一起，然后在学校一直唱歌，唱得很开心啊。可是因为前面的我们一直跟学校抗议，跟学校那个一直吵架，所以就是他们那次申请活动就成功了，就是很庆幸。然后这是机密文件哦，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点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传说中很可怕的党校。然后结果我先看这一张，这张照片是大家知道11月29我们投票嘛？这篇文章在我们就是11月29前几天，校长又写很多信，看我们校长文采多好，每次又写到我整个一个信，然后最后还要写就是他写的，他就是反正大家看不懂，主要是讲他就是说哦那个校长啊，我们是吴志强的顾问，我们承受什么他们的照顾，然后我们跟国民党奶水长大的，然后所以我们要支持，然后他们给我们多少钱，我们多少教育经费都是国民党给我们的。所以请所有上届也要投胡志强一票，这就是这篇公文，好不好？大家没事不要拍起来，让我被学校追杀了。没关系，学校已经很讨厌我很久了，我已经常去学校吵架。还有这篇公文，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常去做很多事情，我们跟学校讲，你有些事情，就像我们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很常被人家破坏车子，很常被人家。东西不见，还有人把是什么摩托车前叉集体全部被拔光，这是一件很扯的事情。那可以拔过摩托车，竟然没有人发现。我们跟学校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装监视器？然后结果学校说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呀，没有到这边，而且净利3亿多，他一年净利3亿多，跟我讲他没有钱修监视器。然后就是好，这两篇文章是得来不易，非常的珍贵。然后下面。来跟大家讲一下这篇文章怎么来的，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靠北草药。这个原本的目的只是想说，在我在台北的时候，想说不行，干他，我们草药一定要有一个一日新社团啊，要不然太逊了，怎么可能没有嘞？没有，其实想说，因为我们学校学生都是被控，就是被压榨一群，所以我希望学生多一点去思考能力，去思考自己未来那些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想创立一个媒体，就是像我刚前说，我对于主流媒体重新认知。那为什么我不去创造一个媒体，去把这个媒体变一个好的一个媒体？但我们现在有点走歪了，很多人在上面告白之类的。然后这个媒体就是我们常常哦，发现我们哦，最近我们要做什么议题，我们就在上面假装不同人，然后一直发很多匿名讯息，然后让大家去看，然后所有学生都在上面讨论，我们就知道所有学生的意见了。但是这个议题就被炒起来之后，学校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东西。像我们最近哦，等一下我们可以教到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是提供学生一个优质讨论事情的环境啦，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的开杠，我们都不会去管。就是我们就是不，我们主要就是不公开什么个人讯息，然后不去什么侮辱人之类的，我们全部都可以在那讨论。然后现在我们也蛮认真经营的，就是我刚认真经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想哭，因为那时候蛮累，每天晚上都一直忙到很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无聊，每天半夜3、4点还要给我发文，我还要去帮他们审文章。所以我们也蛮认真，我们也做到9618的人，还蛮多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欢光环的人，至少我只能说我们在台湾是前三大。好，稍微给他掌声一下。就是所有人就是输台大跟东海，让我突然觉得好骄傲。所以我们现在根本是同一个 level 的人。在上面我们常会放一些社会时事、社会议题，然后我们会把文章去做整理之后，我们会放在上面让大家去看，像台东环境的污染啊，对各种议题或是什么东西的，我们也不会打的，就是说我们立场很表明这样子。不过这个都是匿名的，就是他们也知道我们在操纵这个媒体的人是谁，因为我们就是会害怕，知道是我了之后，他们就对，你就是那一个人嘛，就每天跑去。那到去台北那些人嘛，他们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就开始不信任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是以
私下一进球，所以在场各位都很幸运，就知道这是我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啊，就是我们在学校就是成立一个异性社团，这个原本的目的是因为要做这个，因为我们要引导一些议题，然后要找一些人，没想到一找对我们找到蛮多的人。我们在这边发文就说，哎，有没有什么对什么社会议题有兴趣的、啊，大家可以来讨论。没想到我们现在已经社团里面有50个人出现了，50个人加进来，现在好像有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就是每次来开会讨论就只有5个人，这就是网络的世界。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异性社团。那我们做异性社团，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有对其他事情有做表态，有去抗议过学校，然后我们被摸头了，就是我们被欺负、被摸头了。然后我们蛮难过的，后来我们觉得我们要不能走体制内，我不要在学校成立社团，我们开始做一个侧翼的功能，我们把事情丢给学生议会，丢给学生会，让他们去做，然后他们说，哎，我们不行，学校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开始在这边开始火力攻击，然后一直靠北到学校愿意出来面对为止，所以等下有几件事都是因为这个靠北吵架，我们一直在那火力攻击中可以做那，就他们学校就是开始慢慢的妥协，好，现在我们开始介绍我们的活动，我们这是。有一个活动是这个，我们机车停车棚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一直没有机车停车棚，所以我们学生，台中有时候一下雨就下超大，然后要么下门一下超大，或者是你上学的途中，可能前半段是大太阳，后半段就是下大雨，所以我们可能常常骑到学校的时候，把雨衣脱掉，然后身体就湿掉了，就是我们刚刚停完车，我们身体就湿掉了，那请问我们脚湿湿，我们要去上课还是回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回家嘛，因为选择湿湿的上课啊。我们需要一个停车棚，我们需要一个停车棚，讲很久，学校就用各种方法就说我们不行，就是这样子。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上一个 call 上，我们偏偏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学校也每年都会学校就会开一个公听会，就跟我们讲。对，但我们学校的公就是有时候有公听会，它有限制谁进去，谁不能进去的。所以我目前只去过一场而已。还有，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学士服，因为我们的学士服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学士服的样式，他们要换一个新的学士服。那学士服样式，他们的，他们选择的样式，其实是我是这一届要毕业的，可是不知道怎么选的样式的是我上一届跟我下一届的人去决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是他们要穿还是我要穿的学士服，因为我是他们决定的，然后我就成立一个粉丝专业，我就选择就是成立粉丝专业，然后我们下面就有很多，就是下面很多文章，就是整理说我们要反对学校这样子，而且学校他们没有经过，没有让毕业生知道，我们只是被告知。我被告诉我们必须要穿这个学士服，而且最我其中我决定要去抗议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学校他说没有穿学士服的不准参加毕业典礼，就是变成这样子。我想说，哎，其实我们学校，因为我们是私立科大，其实蛮多学生他们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哦，他说哦，这样没有关系嘛。我问他，哎，租学士服多少钱？他说，不好意思哦，2000块，1200保证金。因为是我的朋友，市中心的朋友，他一天只吃一餐，我觉得2000块，2000块可以吃几餐？而且我跟学校说，哎，我们看了2000块里面有什么东西？那2000块里面有校园纪念小物，还有校园的照片，还有铅笔、橡皮擦，这种东西谁要啊？就是逼我们一定要买那个东西，不买不行哦。然后我们就说，你是不是图利厂商？是不是故意让厂商赚这个钱？然后说没有啊，就是我们传统就是这样嘛，反正就是这样，我就是不听，专门造成立这一个。所以其实这个的发起是因为我对于我身边的朋友，他是经济上的弱势，我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那凭什么剥夺一个学生他好好读完大学四年，想要跟他朋友一起参加毕业典礼的喜的感觉，那个喜，他怎么可以这样摧毁他？而且最扯的是我就去我们学校有一个看起来好棒棒的地方，叫红砖交流园地。你只要去那边写问卷，就是填你的问题，学校就一定会回答你哦。哇塞哇塞，那一定很棒。然后到每次去填，他就会开始跟我打官腔，他说：“哎，这是什么树？或者是这个是什么怎样怎样？”他就是不会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那我就觉得那实在是没有什么用。而且那时候我去装，我说我是个不好意思学校，我是一个弱势的学生，我2000块我拿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先交。请问学校可以让我？不要只租学士服，不要买其他东西吗？不要说哦，不好意思，不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问毕业会，就拿毕业会出来当挡箭牌。然后我们总不能，我们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学校决定的，因为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只能没有穿学士服不能进去？那是因为去年有一个就是
蓝蓝的政治官员，然后跑到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他就说：“哎，你们学校怎么学生那么乱？你有人穿学生服，有人没有穿呐、啊？”当天开始，主任教官下令，没有穿学生服不准进去。我们开始不能参加学生服去参加毕业典礼了，就是因为他们学校捧比较懒趴这样子，他说好好棒，然后让他们很开心这样子，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他是剥夺多少学生的，所以我们真的很不爽。而且是一个学生议会，学生议会是我们有个朋友，他就是塞班回来之后，我们就常会聊啊，我们叫他做什么啊，后来就说，哎、欸，你要去学院看学生议会，好像不错哦，哎，于是他就被我骗进去了。然后骗进去之后呢，他们也遇到很多困难，就是大家明明很奇怪，议会是不是来监督国会？不是，国会是来监督就是行政部门的嘛？可是很奇怪，我们议会竟然是在我们学生会底下做事情的。我们议会隶属于学生会，那请问我们那议会怎么可以跟怎么跟？他属于隶属人家，为什么他怎么监督人家的那些钱？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开始一直在讲，他们要离开学生会，一直离开学生会。然后今年他们就是果然就是成功了，他们创了这些粉丝专业。以前他们不能创哦，你就算隶属于别人，你也不能创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今年才有学生知道，原来我们也有学生议会这个东西。然后学生议会大部分都是，他学生议会上面那一群人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有参加过三一八的人。然后我们就送他们进去，让他们去吃苦，然后我们在旁边帮他们这样子。然后就遇到很多阻碍啦，就他们想要一直发展学权，然后因为我们学权部也是在 学生会，他们学生会不做事情，我们一直要把它拿出来，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抗争中，我们也还在帮忙想办法中。所以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社团没有要走，没有要学校成立，我们要帮助让学生议会让我们成立，让我们去做事情。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在抗议学士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在靠北朝阳，就是一直吵，一直吵，每天一直吵，大概吵超久，那个一级热度，学校就是说，哦、好了，帮我们开一下公听会。第一场公听会就邀请我们进去，那是我唯一参加过的一场。然后第二场公听会，我们请系的，就是系会长去开。然后我说，哦、好吧，那我不能进去。然后结果第二场，好，第一场我们决定好了，我们改变了怎样的东西之后，那第二场然后被改掉一点什么，然后哦，算了，再看看好了。没到第三场就开，就变成学校指定的人去开会。然后就变成所有东西又被回到原本最初的样子，我们就被摸头了。就像哎，我们有给你们开公会啊，我们给你们表达意见哦。可是他把所有人都改回去，那我们做这么久可能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想做一个侧翼的概念，就是不要让学生，因为连我们都被学校控制住的话，我们就没有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蛮难过，遇到这种打校，就是我们被他们这样控制的很死死的。好，那就是我们就是在参加，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台湾的困境越来越困境，越来越困难，突然越来越可怕。可是我们在中国科大学生，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总不能每天都冲上台北吧？我们像很多人那时候原本自己身上口袋家财万贯，一冲上台北就是一贫如洗，没有钱吃饭。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去台北，我们在台中自己做就好。然后我们想说，哎，我们打过来应该从等级第二练起，那我们打起打过来就从等级第二档次开始打起嘛。所以我们开始每天就是常跟学校一直吵架，跑去哪里跟学校，哎，闹一下，哎，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吵一下？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在靠，就是因为了吵架，所以我们为了跟学校去抗争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常在靠北场发文，寻找各系所不同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那我们跟所里面组成的也蛮多元的，我们有像我有 IE 公管系的，然后有设计系的学生，有社工系的学生，有不同科系，还有管管系，还有硬化系的学生，我们都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一起做事情。然后我们就是每次就可以发现，我们各系所的就是讨论的想法都会很不一样。像我们公管系，我们就是说什么哦，我们要先讨论分析，然后计算出来结果之后，哦，我们交由我们老板去决策可不可以这样子。那像设计，然后像我们社会学院的，他们就会写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跟你讲我们论述什么，论点是什么，然后在那跟你讨论。然后还有就是，所以我们常有时候我们讨论是其实是蛮多元的啦，只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沟通不了。然后呢，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社团主要做的就是我们针对校园的民生的问题，就是不管是我们学校灯开到几点，学校操场灯开到几点，或者是学士服。
或者是急着停着跑，还有各个事情，我们就是帮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议会、跟学生他们去配合嘛。然后我们就一边做，因为我们都是素人，我们从来没有人拿过什么麦克风之类的。今天刚好是第一个，然后我们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就是在于我们面对就是一个很可怕、很强大的力量跟我们对抗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去练习。然后就是，那就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学生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跟那个积极度不一样？那是来自于他们关不关心，跟他们敢不敢去做。他们如果够关心，他们觉得更有热情，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愿意去帮我们发声，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很常，我觉得是鼓励大家，是鼓励大家都常去跟学校吵架，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我们没有去故意，我们没有真的想跟学校吵架，只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还有就是，我们社团成立的目的，就是除了让大家去思考以外，我们会就是在前面帮大家当先锋往前冲。当你往前冲冲到一个程度，大家觉得好像这是可以成的时候后面就有一波一波的人就会跟进。所以开始，我们的伙伴就越来越多人跟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样一种感觉到，我们就是如何让就是在一个比较没有那种社会议题风气的地方，然后发起这些活动，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将来如果改天我们可以要跟党国对抗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撞翻到国家权力那么大，是我们吓到不知道怎么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群这样子的人，好吧？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广区跟党员们。好，那我现在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 Q&A 做讨论。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九点半，然后我们就开放到 Q&A 到十点了嘛。那我们先开放三个问题，好吗？那我们再一并回应。有没有就是听众朋友想分享？后面一位。想分享或是想问问题都可以。谢谢四位的演讲。我想要问一下刚才的黄国昌黄同学，就是在318之后回到校园里面深耕校园议题的两位同学，就是我想问说，其实因为像这样子的过程，在就是近年来也发生蛮多次，就是某一场比较 fancy 或比较吸引人的社会运动之后，很多人回到校园里面深耕议题。那就是我想问说，你们除了分别在亚大跟在朝阳之外，有没有跟邻近的或者跟其他相关的学校的社团或者是组织有串联，或者是可以彼此互相培力或成长的过程？因为听到两位分享好像比较多是在原本学校内部的成长的东西。好，谢谢。好，那我们好，陈文礼和对不起。我想要请问一下陈教授，就是说，在这个统计上面，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文章，那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当这个社会在追求大数据的这样子的概念底下，我倒是比较在意说，在这个学院当中，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来到了现场，那一个数据不晓得你有求出来，但是在那个网络上面有没有呈现那一块？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像听到这三位同学的这个论述，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不论是为什么来到了现场，但是从他们今天的论述，我相当佩服。因为他们来到了现场，开始了改变，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统计数据上面，能不能再去追这些当时提供这些，就是说被访问的这些人，能不能再去调查一次，他们经过这一年，到底变化了什么，有没有？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再统计一个，就是说一个运动到底对这个社会产生了什么，就是说作用出来，那这个作用到底对这个
社会产生了正向的这个反应，还是负向的反应？我是说，这个再去追这个是未免比较有意义。不过我是比较相当重视，就是说我可以让你看到说，有这么多的学校的学生，即使他是一个，我都相当佩服。那从这样子的小小的每一个人是一粒沙，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会建构出什么样的未来？就说这个统计上面，是不是可能继续去做这一方面？好，谢谢。好，那就刚才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就是一个经验和议题，就是马上会跟其他学校串联嘛。第二个问题是问老师说，那也许建议说后续可以做这样子新的方式，这样。好，那下一位请。做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首先是那个我可能是感谢这陈教授做出这一系列的数据，让我看到到底是多少参与分子参与在这次运动当中哈。所以说，那我们看到就是每个人或者每个人他，我们常常听到说对政府不好什么之类的，可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数据一个影响论？你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到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到每一个人，代表他自己上街头去声援场运动的原因的初衷是什么？还有就是只有50%是学生而已，那除了学生之外的其他人们为什么会愿意去支援去声援这些运动？然后呢，在媒体的形象中，普遍是以学生为主的运动，还有他们的定位跟我们媒体主观去描述的学生又有什么样不一样？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常讲到的出发过程，对不对？这然后这些尤其来自于中南部的学生生源，本来是很难能可贵一件事情。当我们出发过程了之后，如何去运用，如何去发挥出发过程的功能，在各自的校园或者是各自的所生存的城市中做民主深化的工作，甚至于在进行一种培力我们新一代这些学子们，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之外，去做一些关怀公民素养，或者是对于民主这件事情有更加的深度的关系。好，谢谢。相关的脉络可以请问相关的脉络。我这个提问是给那个经验那个发想，然后就是因为刚刚提到那个老师的态度，所以我想问这个我们陈老师啊，就是可以说你已经完成了，不管说首部曲还是上集，所谓不被看见的太阳花运动，太阳花运动中不被看见的学生嘛，那你有计划下一部曲是太阳花运动中不被看见的老师吗？好，我们都说老师要一致嘛。好，或者我问一个很白目的问题，老师他开始不愿意被在这运动中参与，或者参与他却不愿意被看见，那可能是为什么？像刚刚今天他提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学校有些老师他以前是学生时代也会搞运动，后来却好像可能是为了五斗米之类的啊。所以有没有计划说不被看见的其他行业，或者说就是学校的当然院校的老师？这是我的提问，谢谢。好，谢谢。好，我们今天这是第一轮啊，看有蛮多问题，真的是老师说，在大家中太阳花运动中，到底哪些不被看见，哪些被看见？那这有什么后续的计划？还有可能是这样。好，我们就先请一个经验和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串联，串联就是其实两大就在朝阳旁边，所以我们两个都串在一起。就是还有我们有计划想要跟在地的小朋友，因为其实在雾峰，其实亚大都在田中这样，然后我们想说就是之后就是社团变比较大一点，看是不是可以跟在地的小朋友合作，然后去看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去参与他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啊，或者是之后看可能比如说把他们农产品拿到学校的地产啊去卖啊之类的，类似这一类。然后像刚刚那一位同学不是有提到那个，就是我换的
就是50%是学生，然后其他就是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很多医生啊，跟教授，还有律师，还有一些就是很热情的阿伯跟那个很热情的阿妈，就是我还是有看到很多七八十几岁的阿公，他走到现场，他走不走几步路，然后就跟学生鞠躬，然后一直鞠到就是从立法院鞠躬，然后鞠到提起脑中的最后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即使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背后还是很多社会人士或者是青壮年朋友的支持，就是不能忘记他们这样子。好，谢谢。来，再见。我们就差不多重回来就好。我以前就跟贾大串联。好好好好，谢谢。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当初我们这个一般的那个找受访者就完全是匿名的，所以事实上就是匿名完全没有名字资讯，是当然是有他的消息，但是是不可能追到他是谁，就是说同一个受访者，我们自己知道收资料，自己知道追踪资料是最可贵的，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当时就是不可能要他们留名字，而且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会降低这个返访率。对对对。那但是据我所知，对，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那但是就像说，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事实上也是在进行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追踪到底，我们都感觉得到说，这场运动的重要性，就是其中一个最正面的重要意义，就是公民教育的过程。那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那事实上，据我所知，蛮多参与过的学生，然后像我们系所也是，事后大家自己都会回到自己的地方，会去我们系的我们所的学生有做口述史。那我相信其他很多系所也都会有做。所以我想这一层就是说，我们从四处各个角落去收集到的资讯，我想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我们的资料确实是不可能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太阳花学运中不被看见的不只有学生，还有青壮年啊，甚至老师啊，甚至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想法、相关的研究是怎么样去想的？因为是第三位提到老师嘛，对不对？老师啊，这个确定我们目前没有这个研究计划。那这个，对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个人平常关注的议题，完全我不熟悉社会运动这个领域，对，所以我确实也没有想说。但手上太阳花这笔资料，就是那个资料我捐到那个调研 SRDA， 也就是说有兴趣的，我们经过了一年的这个整理，那最近会捐资料，会捐给那个调研中心中研院的 SRDA， 那有兴趣的可以申请得到，可以自己分析资料。那我们自己也会就是说，因为已经熟悉了这笔资料，也会尽可能的就是说还可以挖掘出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譬如说有其中一个议题是新媒体，也就是说尤其是社群媒体跟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在进行的过程中大家也都会交代说所谓的研究限制，也就是说这毕竟就是说参与者的调查。好，我们今天做出来的很多就是说到底社群媒体影响很多的问题是仍然不能回答的，大概是就是关于资料是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刚刚讲说，我除了这笔资料我们会尽可能挖掘之外，我平常个人因为是比较对教育议题有兴趣，所以其实我之前原先是对社会运动议题没有非常的熟悉，那也目前也没有打算说继续下去。那但是已有的资料是我跟系上另外一位也跟对社会运动的领域比较涉猎的张涛老师，会继续的去把它完成，这样子，大概这样子。谢谢。好，那我们开放第二轮的分享。后面一位，哎。
还有吗？可以就是分享。好，当然，那后面先。还蛮值得被大家知道的。好，待会一起回答。好，谢谢。然后附带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们就是没有，就是随便穿，然后就进入毕业典礼的会场，请问会遇到什么样阻碍吗？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也用这个方式？谢谢。好，谢谢。好，那。谢谢哦，那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参加太阳花学运，实际上我是一个理科生，所以我那时候是实验助教，加上每天要做实验，所以我其实是要非常赶上，我没有来到这个现场这样子。然后另外我就是想说，就是我到那时候三一八过后，我那时候也是亚洲大学学生，我现在在硕士在海洋大学读。我那时候三一八之后才发现亚洲大学的，就是黄义婷同学刚刚说，就是学弟他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关于学生会等一些其他的事物。然后后来我来到海大，发现海大其实还算蛮开明的，因为它也是有一些公民办一些公民营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就是讨论之前团体，像海大消波块之类的。我有接触一些像是那个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或者是其他一些团体，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或许我可以做的更多，所以我就想说，所以我就参加那个第三势力的一些的义工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他们能够在学校做那么多，或许我等我回到海大之后，我也可以跟，因为海大学生会做的还不错，就可能跟海大的一些学生会或者意识团体在更加深自己可以做的事。所以谢谢大家，时间我很感动这样子，谢谢大家。好，那第二轮的提问还有朋友要分享的提问吗？各位同学好，那就是法国八六学院有一句话是说，行动不是一经刺激就反应，而是创造。那你们也创在三一八之后，你们创造了也属于你们很多难能可贵的活动。那我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参与三一八的时候，在三一八这个现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受邀或者是受国民党的受邀或者，可是在立法院的那个场域周围，某种程度上，有些人认为我们也是议场内、议场外的人，也是受到议场内的那群人的压迫。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哦，那对于你们而言，你们在参与，就好像你刚刚讲说是你们是议场外的小奴工这样子那种感觉。哦，那你们觉得说你们在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三一八在立法院周围这样的资源，对你们后来回到学校之后，在你们的行动上、你们在方法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什么样的反思？好，谢谢。好，谢谢。好，那大概是几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一个蓝蓝的，就是不好意思，不要逼我的同学，他从学生会那边，他被我逼到很多事情，他突然讲出来了。但逼下去，他可能就明年就退学了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我什么教官好像权力蛮有点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什么事，连我们那时候包车，教官都要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名字。然后我们竟然还有傻傻每个去填交给教官，居然还有这样子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就是抓得蛮紧的。我们一点点的事情，他们都要什么都要参与，这是一个热情的教官。好，对监视的场域。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是那个参加运动的时候吸收到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技术啊，带回学校之后，我们继续再推进。就是刚刚我说，就是可能一场外会觉得一场内在压迫他之类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故事组的时候也有发生这种状况，就是我称他是小霸王，故事组小霸王，因为他就是都要看他脸色，然后你来拿物资还会被他骂，然后你送基金去给警察，说你为什么要给警察？我们现在就在跟警察对抗，你为什么要？然后在那里我会很惊讶，说为什么？我们在反抗这个万恶的政府的时候，为什么自己本身也形成了某一种人权危机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学校之后，就是第一个要避免工具化你的伙伴。就是因为以前我可能会不小心这样，因为可能有参与到一些政治团体，因为他们可能就
不太有时间去跟你进行沟通啊，或者什么，就觉得啊，你就负责弄声明稿，你负责联络职场，你负责干嘛，你负责干嘛。然后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对我的社员这样，就是任务分配。可后来就是会问他们的想法，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说，哎，这个你可以吗？你不可以，就是我来分担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信任，就是因为有时候像，就像我之前参与的政治团体，就是他们会有一种，他们会一直去讲说，哎，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帮我分担工作？可是当你要去帮分担工作，他说啊，那个你又不懂，那个你又不会，那个就是，所以就变成说，他们觉得你不会政治判断，你不会去跟一些团体去交涉，他们就不会把工作分配给你。可是相对变成说，他们又开始抱怨你没有在帮他分担工作。那我觉得这就是要去信任你的伙伴，就是你要跟他一起去尝试做做看这方面这样子。然后就是运动中带回来，我觉得可以实践的东西这样。好，那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然后差不多结束这场今天的讲座。那在结束之前，再请哈娜，因为他带一叠亲身字过来，让他简单介绍一下，以及这叠亲身字，你是要想要现场一一翻译吗？还是要怎么样给大家？基本上，因为就是我们后续也会写，把这样子的故事去写出来，然后也是编入杂志里面。因为今天这场活动是一个讲的这个时间，那写的这个时间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就是那个是更细致的去安排那个书写这样子，所以之后亲身志除了做那个福茂生命故事，可能会挑一些我认识的一些受访者，然后再写之外，然后也会进行一些教育的一些访谈，然后说现在要退场，然后很多。后面的学校其实说这几年已经要收场，那我们会想要认识说这些学生的求学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这个就是亲身生涯作，然后一本是50块，就是请大家支持，因为透过亲身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实践的都是这个杂志的这个核心理念，就是用故事来跟人产生关系，去互动，然后用故事来去书写论述，然后用故事去集体参与。这个是我认为就是现在社运中比较缺乏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要急着就是往前打一个敌人，然后我们一直生产很多论述，或者很多数据，或者很多打脸文啊，或者是立即的就是表他的那个图文，但是我们很少去认识要往内。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成为了什么人？然后我们站在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去上街。我们旁边的人究竟是谁？因为我在上一班的时候很明显感受到，就是说那时候大家都很多人，然后上去，然后就静坐。可是你很少就是看一下旁边，就是一起认识啊，聊一下天。我其实也有做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可能是第一次上街，所以可能也不知道说那要做什么事情。坐在那边，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理解我们共同的伙伴是谁的话，未来其实，在运动或是政治，它就会是很多元性的，因为你突然就有很多伙伴，你就不用一直觉得好像要找谁比较有名的，或者是比较有资源的，或者比较势力。其实，刚才两个人的故事就可以显示，你只要人多，那个权力就会爬。所以那怎么人多，就是你把越多人当伙伴，就变成很多了，对，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可能带一个结论，就是我刚刚有一个那个简报有一个一段，就是说我打电话给异常内的那个朋友，然后问他说，哎，你干嘛不出来？然后就说其实外面有很多事你可以做，你会不会做？然后说不要，就是我要守护异常。就是到后来办了福茂生命故事的时候，他办了，他就跟我说。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可以做更多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说你可能故事，可能你也可以是很扁平的，你就只是记录他就是一些每天在干嘛。可是当你去跟他认真互动的时候，甚至跟他对话，你为什么在意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那这些不公平怎么去展现在你过去的叫生命里面？那你为什么导致你现在？变成了你参加运动的那个初衷，那这样子的问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去反思，那
我存在这个运动，我的自主性可以摆哪边，我可以怎么想，我可能我怎么代表我跟代表跟其他人一起去思考说，运动要怎么讲，论述是什么，战略是什么，然后传播是什么，就是全部那一种自主性的运动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因为我们都认识了我自己是谁。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活动的这个意义，谢谢大家。好，掌声谢谢大家。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咖啡店给我们钥匙，所以我们可以到两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在这边继续讨论。那另外他拿出一本亲身字50块，但是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给的更多，就是10块是基本价，好不好？好，就是这一次我们谢谢今天的女台长，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